毕业于当时的中国大学文学系，研究过心理学、物理学、哲学与其他现代的学科。正是这种渊博的学识、追求科学的理念与不断求索的顽强精神，使姚先生在数十年的武学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，使义拳成为了一门完整的科学运动体系。